你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我的爱好是，弹乌克丽丽，画画，玩手机，还有吗？看电视。看电视。你会弹乌克丽丽啊，好厉害！对。那弹乌克丽丽难不难呢？觉得非常难。特别是哪首歌？我说特别难是，特别是哪首歌？在一起。四叶草的在一起，对吗？对。那你特别喜欢哪一首呢？我特别喜欢。Price tag。你学吉他对吗？我学吉他，我以前也学过乌克丽丽。你觉得，学吉他，难吗？学吉他比学乌克丽丽难得多。你觉得学吉他还是难？还是学乌克丽丽难？我已经说了，学吉他比学乌克丽丽难得多。姐姐。